哎，干嘛呢？今天大少不办公，闲杂人等，赶紧走。闲杂人等。哎，这牛倒不行啊！听不懂人话吗？赶紧滚！快来看看，有人闹事儿。告诉里面的人，就说沈天君来了。哈哈哈！来来来来来，为了我们胜利的三年，为了我们三家更上一层楼啊！为了胡头而死的沈仁龙沈总，干杯！小天，沈天君，别来无恙呀，阿叔，董事长。我跟我侄儿聊两句，你们先回吧。小天，你能平安回来实在是太好了。可惜大哥不是你推荐的那个司机斗争。林哥，你这么帅为什么不找个女朋友啊？静小姐，您喝多了，请躺下休息。正哥，你就这么讨厌我吗？还是我不够漂亮？静小姐，您跟梁大少在谈恋爱，这样不好。他整天在外边沾花惹草，我都不敢跟大伯和爸爸说。真的？要是大哥在就好了，他肯定会替我修理梁记一顿。天哥应该很快打完仗就回来了。能抱抱吗？你说不我要送沈总。你倒杯水给我好不好？我好渴。他现在在哪儿？我本想着让他尝你，但你爸过世后一团乱麻，我哪有心思管他呀？穆小今天来上班了没有？遇人不淑啊，小天儿。一年前，暂不说你阵亡了，他立马就去找夏家。谁呀？呀，花老娘最近生意好啊。托程总的福，感谢您常来。寡妇门前生意多，更何况你的饺子也太好吃了。好吃不过饺子，好玩。兔崽子！放什么屁呢？敢占大哥我的便宜啊！你这后门生意呀、啊！哎啊！王八蛋，想死！哎、你扎着我了，笨蛋！有种你等着，程爷立马来收拾你！走。阿姨啊，待会儿见到穆小啊，您千万别生气。哎，我相信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哎，我是真气。穆小一个丧偶的人，难得程少不嫌弃，他糊涂啊。你可比沈天君好得快。就是啊，沈天君那个死鬼早就该死，以前老是管住我，烦死了。程少，您才是我最佳的姐夫人选。叫姐夫。姐夫，姐夫，穆小，滚滚滚滚滚！你要再敢找穆小，我立马死给你看！你们绝对不能在一起！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沈家已经是沈人奉的了，你还以为他是大少？趁早赶紧散了，程少才是你的良配。穆小，我真为你感到不值。照片上看着人模狗样的。没想到真人呀，一脸土狗模样。胆敢对天哥出言不逊，这就是下场。女儿，你看看啊，他回来还光明正大带一狐狸精，还打人。你们这对狗男女，光天化日敢打人，你们给老子等着！哎，姐夫。姐夫，
不论是谁，敢对天哥不敬，都得死。爸爸去世的前一天，本来想把龙凤集团51%的股份转让给我，我没同意。他开玩笑说，要是我死了，这股份还是你和天君俩的。我还说他老人家讲话不吉利。父亲一生热爱政治，绝对不会如此背离而去。没错，好人没好报，血债在血偿。柳姨，小天，你回来了，太好了，我终于敢说了。这下房子归我了，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得意不快心，失意不快口，谨慎。爸，这次你准备怎么奖励我呀？想点胜，就把你大伯所有的人都换掉，都换上我们的人，这才功德圆满。沈家的一切，以后都是我乖女儿。人都说斗争那家伙机警过人，这不还是得喝我的洗脚水？嘘，以后什么都不要再提了。眼下要稳扎稳打。斗争来沈家几年，从没出过差错，我相信他是个可靠的孩子，你看中的人不会有错。您怀疑是我二叔？柳姨，这些您怎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你性子急，知道了肯定要大闹，反而会受到伤害。老爷去世后，二老爷怎么对你的？我们两个女人斗不过他们呢。斗争在哪儿？站！999。就差一拳你就扛不住了，明天的比赛怎么打啊？多少人压住你能扛住一千拳，知道不？真是废物，戏这么简单的事你都演不好。再试一次，千万不要 NG 哦。是你，臭娘们，你们到底是谁？住手！我们是他的兄弟、亲人、战友。没有亲人，没有战友，我就是一条，我就是一条该死的狗。不，你有，你不仅有兄弟、亲人、战友，还有一个挂念你多年的恋人。这三巴掌是替沈伯父、天哥，还有希望你争气的人打的。我害死了沈伯父，我就在等着。亲自谢罪的这一天。周天哥，天哥，天哥，我的兄弟不该做这种傻事。我该死。如果我告诉你你是被陷害的呢，你还死吗？你说什么？如果我的父亲是被人谋害的，你该怎么做？天哥，你是说伯父和我都是被人陷害的？我说是谁在我的厂子里打人还赖不走啊？原来是沈仁龙大人。沈兄，好久不见呀！啊，欧阳毅。医生，这小子不好对付。废物，你看着看着长的，咱们这是大黑犬，不是斗狗。不是什么畜生都能来咱们厂子的啊！董卓，你干什么？不如天哥和沈伯父死了。你疯了？别忘了，你娘的病还没好。你
你想杀你妈呀！欧阳毅，出言辱我先生，够大胆，还趁斗妈妈生病，胁迫斗争签下卖身契，够！你知道的不少吧？陈天君，你个丧家犬，会举手拳脚功夫了不起了？我告诉你，我今天正站着，你把我怎么样？晚风，照顾好斗生，我今天来。 只为了带走我的兄弟，拿来吧。拿什么？斗争的卖身契，这张卡里有300万足够赎斗生的钱了。从此之后，斗生和你们再无半点关系。<笑>拿一张破卡糊弄我？300万？你战死的抚恤金也没这么多吧？况且，斗争是签合约。 这压根就不是钱合约，这压根就不是钱的事儿。6000场，少一场，他走不了。钱我出了，捡不捡是你的事。第二件是，我父亲仁慈宽厚，是你这样的猪狗能骂的吗？你们欧阳家和梁家当年都是小业主，是谁给你们的财力支持，让你们走到今天的地步？忘了？还有，刚才。 我听说有人要在台上对我兄弟下黑手，是谁的主意？我不知道。这是赛前表演彩排。嗯，对，赛前表演彩排。那你过来给我表演一个，汉阳学上来一个，真是好彩排。啊，别，我说，是梁家大伤梁气，他说。 斗争挑衅他未婚妻，叫这彩排，我好好收拾他。我没有。是你们，可恶！梁记、梁家、沈晶晶、沈家，还有你们欧阳家，你们果然是一群……你别狂！ 你们几个无名小卒，想单挑三大家族，就算你爹死而复生，也别想翻了这海城的天。我父亲到底怎么死的？全海城的人都知道，你兄弟斗争嗑药嗑多了，自己掉河里去的。你给我他去呀！还有人说，他是奉命行事，毕竟皇帝死了。 太子好登基呀！啊，刀入肝脏，没救了。 杀出陷害沈伯父和我的凶手，把我妈也带走。海城虽大，焉不死北漠狼王？天哥带领我们天狼卫奋战3年，击败7国联盟，已升任为北漠总理，贺号北漠狼王。就算是海城城主，见了也得行礼。参见北漠狼王。 后天小女与梁家定亲，也是我们三家暂列合作正式签约日，到时候您可一定要上光啊！<笑>老师，各地城主不能涉足商业，太扎眼了不好。哎，你们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非要让我站台？哎，大哥儿子回来了，天狼卫的沈天君。 禀告城主，欧阳家大少欧阳毅被已经报案上来。欧阳毅，谁杀的？据报案者说，
叫沈天君。啊！儿子，你们三个跪下，我留你们全尸。吴阳泉，你儿子的死是个意外。放、哦、你妈的屁！想你爹是的，还有那么多意外。我父亲是谁下的黑手？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爹该死，谁也拦不住。那你儿子的死更是咎由自取，他死在你自己手下的手里。是沈天君地下一手，是他地上。沈天君，跪下吧。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真相，祸不及家小。祸及你的家小。来人呀，带上来。穆小，三个数，一、二，慢。欧阳总，太鲁莽了。海城是个讲法度的地方，怎么能乱来？那我儿子就白死了吗？我已经接到了禀报，易少的事很令人惋惜，但办事要照章办理。今天涉及人员全部暂时收监，等审理清楚后自然秉公办理。城主，我说的话在海城不管用了。你们三个还有陈欢等人全部带走。你是海城城主洪云天，你是个奉公守法的人。欧阳毅开始黑拳场，在海城盘踞多年未被取缔，今日又欲与谋害我的朋友斗争，草菅人命。欧阳泉擅自捉拿我的妻子，横行不法，这么多事发生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您怕是难以担当得起奉公守法的责任。年轻人敢做敢言呐、啊！臭小子，就是你爹在世也不敢这么跟洪城主作死。做了他，洪城主，我有件东西要给你看。天蓝卫，天蓝卫办事不受地方节制，明白？城主，为什么？你以为你这点人够他们三个人对付的？那我儿子都白死了吗？我如果不来，你们也只是给你儿子陪丧。我不信，他们还在天蓝卫，你们信息有误。就算他们真的退了役，天蓝卫也不该招惹。那是刚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你得为我儿子做主啊！一切按规章办事。我儿子一逃到回到镇，我要夺了他位高。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你为什么要杀人？父亲死有蹊跷，报仇就意味着要流血。你怎么把他带过来了？我对不起你和天哥，能为沈伯父报了仇，我亲自给你一个交代。你想起什么了？你倒杯水给我好不好？我好渴。那您休息，我走了。烫死了。不烫啊。你尝尝看嘛，烫不烫？不烫。给您放着吧，我先走了。哎，斗争啊斗争，人都说你精似鬼，最后不还是得喝老娘的洗脚水？陆伯父出去，从不饮食，只有那口水，
仅仅凭借一口水，判定不了什么。更何况，已经过了三年。那怎么办？他们今天想杀你，一定不是因为你调戏了沈晶晶，而是他们要杀人灭口。沈天君，你什么意思？沈天君，你什么意思？你走这几年一直都是我爸在打理沈家，现在沈家已经跟你没有半点关系了。晶晶，你怎么说话？小天是你大哥。什么大哥？就算大伯在世，你轮不到他说话。你瞪我？你别以为还像小时候那样可以对我吆五喝六了，一脸孙相，装什么大尾巴狼？啊，梁静，你把打死，我这辈子不会原谅你。你们几个，谁能把这弄死，我赏50万；在床上弄死，我赏100万。宝贝儿，这事要是我办成了，你给多少钱？你敢，这辈子都不会理你。武大，都给我住手！武大，都给我住手！爸，他打我，你还不替我做主？小天，晶晶从小就口无遮拦，但她没坏心眼儿。这朋友出手伤人，太没礼数了。阿叔，你想怎样？本想着你回来了，我替你爸照看着你。你们这一闹，你们还是先回去吧。等过一段时间，咱们见面再聊吧。沈叔叔，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他打我未婚妻一巴掌，我至少也得还他一耳光。他要是不想受皮肉之苦，给我跪下来磕3个响头。小天，你看，皮肉之苦就算了，磕头赔罪还是可以的。我还以为你还是之前那个硬骨头沈天君呢，原来现在也会识时务了。不会是绿头巾戴多了压弯了腰吧？我沈天君一生不受人欺，该下跪的是你。你们都是死人！刚才他们打我，还让我跪着，你们怎么就放我走了？好了好了，别哭了。爸，你怎么就那么怕他？我们人多。什么时候能精明点？他虽然说自己是普通士兵，但天狼卫出身，非同小可，要弄就要谨慎小心，置他于死地。当初斗争娘家留条生路，是为了让他背这个锅。现在沈天君回来了，他就有可能是个雷。我明白了，他们要杀斗争。我们的亲人手足不能再受一点伤害，他们想要杀害斗争，就说明他们心里一定有鬼。晚风在。晚风在。斗争当年的交通记录和要紧记录一定都还在，他们想要留着当证据，想要证明斗争就是罪魁祸首。找出来。是。天君，我害怕，我们不要再查了。你已经退役了，我们也没有钱，我们怎么跟他们斗？就算查出些什么，谁能证明是那口水的问题？可是天哥明明已经是……就算没有证据，我们也要炸出线索。我真的害怕，你带我走吧，你带我离开这里。我再也不想和你分开，哪儿都别想去。啊，老天爷呀，你为什么要这丧门星回来？好好的生意把你弄成这样。沈天君，你还要害穆少到什么时候？你给我滚。爷，你可别忘了，是人程程借给咱们300万度过经济危机的。穆浅，那是你欠了赌债还拿我的店做抵押，
爹，这话可不能乱说。那欠条上写的是你的名字。顾晓，你跟你亲弟弟算这个账？他到现在连婚都没有结，你这个当姐姐的不该帮他吗？你赶紧滚吧！一家子倒霉丧气的主，穆晓不会跟你在一起。原来还是钱的事。你如果能拿出来400万、400万，我不是不能考虑让我想跟你们关系。如果钱可以使你们闭嘴，那就收下这张卡，从此之后别再打扰我和穆晓的生活。你上哪儿捡了张破公交卡在这唬人呢？漠北黑龙卡。喂，这是漠北黑龙卡？哟，得了吧姐夫，拾了个破卡给这冒充黑龙卡的吧。你想刷多少刷多少，给你一次报复的机会。老子要刷1亿。姐，姐夫，那我们就先走了。穆晓，天君呀、啊，这么晚了，一起回家吧。妈，姐姐夫两人三年没见了，不得找一个高端点的酒店，晚上好好谈谈心，多浪漫呢、啊！对对对，妈要不是怕影响你们小两口啊，妈也想去住住。先走了。天君，你怎么有这么多钱？是二叔把家产还给我们了？那是父亲几年前在漠北给我存的一点生活费。天哥，技术部门的兄弟黑进了海城管理系统，找到了当初的资料，斗争体内查出了部分麻黄碱，那是和斗争伤药药性相克的药，还有一些药物不明原因。我不会乱吃药，我知道，所以那口水才更有问题。晚风，这资料都有谁接触过？检查的人叫梁振，是梁家的旁支，记录的管理叫刘三立，那是欧阳家的亲戚。沈晶晶，欧阳家、梁家踩着别人鲜血登的台，最终都要血债血偿。爸，你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保准让沈天君早早随大伯上天。你别胡闹，冯城主传过来信息，沈天君还在军中。就算他身份在军中又怎样，他现在可是在我们地盘上。冯城主是什么样的人，他都不敢拦着沈天君，一定有问题。老实点，可别胡来。爸，他一个无名小卒，为什么你们都对他这么戒备？那欧阳叔叔连杀子之仇都不报了？孩儿家的，别老关心这事儿。后天是你的订婚日，那才是大事儿。告诉梁晋，让他赶紧准备。后天就出国玩几个月，费用从账上付。是。还有，他当年给斗争做的检查报告，原底送过来。是。走。得嘞。爸，他们真是老了，畏手畏脚。咱们用咱们的方式，撑撑他们的筋骨。出发吧，去会会我这大舅哥。我就是沈天君他小舅子，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好，爸，沈晶晶，我们是亲戚，你凭什么打人？叫什么？烦死了！再叫我还揍你！你，沈大小姐，这是怎么了？听好了。沈天君得罪了我的未婚妻，他的亲戚朋友一个都别活得自在，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程少，你知道的，我一直想让他当我姐夫。你这么快就划清界限了？那看你表现，从这个门钻过去，我就信你和沈明君没有关系。刘少，不好，他杀了欧阳毅，已经得罪了整个韩朝。天杀！明白了没？明白了。什么玩意儿？我的钱！漠北黑龙卡，这是沈天君给你的，这是我自己的。在海城，所有的东西都是三大家族的。妈，不行，你怎么了？滚！杀人犯！我的钱！谁干的？是你妹，沈晶。你个扫把星，你为什么得罪三大家族？你还杀了人家欧阳家的大少，凭什么牵连我们？杜征，谢谢你陪我看我妈。这些年，你哪那么多废话？你妈妈的病，你早该联系天兰威后勤医院，那儿可以治，你不用卖肾当沙包。我没脸，如果不是因为我妈，我可能早就随沈伯父去了。走吧。我妈睡得早，我给你喊她。妈，妈。妈，我来晚了。他们，妈妈，他们，你要杀谁？陈欢，沈青青，我要全部杀了他们！现在过去就是自投罗网。那是我妈，还有我父亲。杜少，我是天君，我一定会为你报仇雪恨，否则搜葬身之地。亮姬，青青，老叔谢谢你们。欧阳叔叔，你们前辈不方便做的事情，我们晚辈再不做，那不是对不起我们三大家的交情吗？何况他们还害死了义哥，现在只是我们的第一步。天津啊，我儿子里面只有小义还算诚实，结果他命短，以后我欧阳家要是有什么事情，就拜托两位了。放心吧，陈叔，咱们三家一体，在海城，我们三家就是皇上，敢打太子，就得死。荒唐！你女儿和你儿子想害死所有人吗？荒唐！你女儿和你儿子想害死所有人吗？哎呀，这两个年轻人也算是替我们出气嘛。护短，这个时候还护短，我们根本不知道沈天君是什么来历就轻举妄动。就算他不是无名小卒，那也是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嘛。记住了，海城也是沈天君的家，
他爹是沈仁龙。等后天他们俩订婚，我会安排他们赶紧出国避避风头。后天？我倒担心他们没有后天。窦婶的遗体内检测出部分蚂蟥碱，还有一些抑制神经的药物，怀疑和窦征当年服的药一样。当年为窦征检查的梁振和管理记录的刘三立找到了吗？梁振死在航站楼，是突发心脏病死亡。小子，刘三立至今下落不明，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是。哦，对了，沈晶晶和梁静明天将在龙凤大酒店订婚，三家将同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看样子没份厚礼。天君，父亲、窦婶先后丧礼，你妈和你弟也无辜被打，这笔账是时候好好算算。沈先生、梁先生，何贵影，恭喜二位，两家合成一家，势力更强大了，海城没人敢惹了。王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好像我们平时就是欺横霸市似的啊？待会儿罚你酒啊？恐怕是杯苦酒吧。你这老王一说话阴阳怪气儿，给他脸了还。老梁，有点不对劲儿。刚才有几个大客户给我打电话，说临时有事不来了。海城这么多的大企业都在仰仗咱，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到场的有几个？他娘的，我打个电话。爸，梁叔叔，你看我穿这身好看吗？好看，好看。我们晶晶啊，是天底下最好看的啊。不过有一点不好。哪一条？待会儿仪式完了以后该叫爸爸了啊。现在不先排练排练？老陈呐，别这么愁眉苦脸啊，不就是几个给脸不要脸的人没有来吗？想当咱们三大家座上宾的有的是啊。为大少梁家大少订婚大喜，永远铭记此时此刻。孩子们还是有小天，都是自己家人，你还搞得这么客气干嘛？那边最好的位子给你准备好了。二叔，我父亲生前喜欢说人生要有仪式感，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大节点，身为你的侄儿，我理应背信薄礼。什么死不死的，这孩子可惜啊，大哥不在了。啊，不说这些了，以后啊咱们还是自己人，来请入座。二叔，人还没有到齐，我怎么能入座呢？沈天君，你来干什么？两男一女，你们还多人一起来啊？欧阳家的人还没有来吗？欧阳家的人死不完。正主既然都已经到了，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沈天君，你什么意思？这三个钟代表了三个时间，我这一个是两年零十一个月前晚上十点十七，是我父亲的去世时间，这个是昨天晚上十二点二十三窦婶去世的时间，这个是下个月晚上的十点十七。当这个时间到，所有真相都将大白。姐，过分了，晶晶可是你堂妹，三个上气的东西存心捣乱是吧？
阿叔，我只想借这个场合告诉所有人，下个月这个时间到了之候，向我坦白我父亲去世真相的人，我或许还能考虑从轻发落。你这个怀疑我们是凶手，太让我失望了。我亲大哥，你有什么事冲我来，你就当我是凶手好了，你来啊！老婆。 我来给你解释，王无忌到底是谁害死的？你这人肉杀光不错呀，你还够老子一千拳不倒！我告诉你，石天君，你杀了我儿子，现在又想扳倒三大家，你要给所有人为敌！ 常人，来人！我父亲到此儿，英灵在上，今天就算是谢谢你他，我也在所不惜。动手！小天，我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你扪心自问，我对你怎么样？你是觉得这家产没分给你，心里有气？ 等订婚的结束，我立马召开股东会商量一个股份。你想上班也可以，这么多年你没管过企业，你不知道这里面的千头万绪，所以啊，我就想缓一段时间。爸，这三年沈家的基业是你打下来的，凭什么让给他呀？就算大伯在世，他也没资格。闭嘴，小天。 你非要二叔难堪吗？父亲的事真的和你没有关系。在座的所有人可以做个见证，如果我大哥是我害死的，天打五雷轰！别给他们废话，只要杀了这三个狗贼，我欧阳家出五十亿。动手！小天，你是想要我这条老命？行，你觉得不满意？ 就把二叔这条老命先收走，我可以给你签入账，你可以到公司去查账，看看这三年二叔是怎么千辛万苦撑起这家的。沈天君，你还是人吗？当着你叔叔面，你打听讲，他都不跟你计较啊！你要家产，他都答应了，你爱咋么样？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还说你没害沈伯父，那出事那晚，沈晶晶强灌给窦征那口水到底是什么？你们还要侮辱我？那晚喝多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你给我杀了他！沈天君，你们欺人太甚！窦征欺负你堂妹，你还帮着他，血缘亲情都不顾了，来呀！嘴上说讨公道去来接别人伤疤，我弄死你们！你娘死了！ 我替他教训你，你个占便宜的狗东西！没有，我是想帮你，我弄死这三个王八蛋！天哥，让我来。 小天，真的要做这么绝吗？是冲动不打紧，难道穆小他们你也不顾了吗？没了你，你让他们怎么活？二叔，你这是威胁，我饶人就且饶人。今天就给他做个了断，沈仁龙他活该死，就算我杀了，他怎么样？<笑><笑> 原本只是个街头卖烤串的，谁给了你资金？没面，支撑你一步步走到今天。你有什么资格？你以为你是你爹？你除了会两下子，还有？哦，瞧不起我？我就瞧不起你，我也瞧不上你爹那假仁假义的伪君子。呸！什么？欠我的命令！如果今天我死了。
有人杀了沈天君，替我报仇，我给100亿。哈哈哈哈，恭喜你，沈天君，你就是行走的前锋。你今天杀光这里的所有人，也有人会为了愿100亿替你的下下人报仇。小天，放开欧阳总，你自己怎么跟豪门大族斗啊？仗势欺人，你们以为你们三大家真的能够在海城一手遮天了吗？今天我就送给你们第二份大礼。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就这么点人，你们难道不觉得奇怪吗？这3天内，事关三大家所有的商业合作将一律停止。哈哈，好大的口气！你知道三大家关联了多少家企业吗？就光说沈家一家，上下游企业就不下300家，你让1000家企业中断3天联系，你怎么不说去让太阳冷冻3天？沈天君，你要是能让三大家的业务停3天，老子就给你磕300个响头。哼，小梁总，这300个响头可要磕好啊！老王，你啥意思？沈总、梁总、欧阳总，三大家的生意我们没出去做了，喜酒也不敢喝了。老王，你撂句狠话。今早进漠北极店，所有与三大家的生意停业3天，再一个。老王，你漠北？奶奶的，沈天君，你竟然和老王这样的大子串通演戏！大汉老王寸了！打电话，快打电话！就算你爹在，他也没有这个能耐能让三大家同时怕我。喂，现在给我联系。什么？小梁总，今天已经接到了30多家客户的电话，最近这3天的业务暂时中断，宁可违约也要终止。业务部、法务部正在……老子不信你有这个本事！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大家信不信？可以赌一赌，在这个时间到之前，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小不忍此乱大谋！老梁说的是，我们三家的祸事是真来了。天君，你们太冲动了，现在没有任何证据，真大闹起来你们会吃亏的。放心吧，刘姨，我们只是敲山震虎。哎，姐夫，我那钱要回来没？放心吧，昨晚就已经冻结了，他们拿去也只是一张废卡。太好了，姐夫，那你看什么时候给我呀？不行，昨天是我懵了。木简，这钱你拿着也是出去花天酒地。这样吧，听我的，咱们呀先把钱还给程少。嗯，姐好好给你盘一家店。你还没结婚，不能再这么胡闹下去了。不，我胡闹什么了？姐夫，你钱昨天才给我，我兜里还没捂热乎呢。嗯，听你的。不，你们现在过河拆桥是吧？啊，好。你胡闹的还不够吗？这钱是爸的，先给爸好好修修墓吧。当初二叔非说那里的风水好，建得太简陋了。剩下的，我们离开这儿，去漠北，去你们奋斗过的地方，好不好？木晓，木晓。哎，木晓，哎，木晓，你没事就好。听说昨天你被欧阳家给绑了，吓死我了！都是你，你知不知道？道上已经出了暗杀令了，就连木晓，就连木晓都被悬赏了。你真是惹祸的行家呀！你牛什么呀牛？
人家可是三大家呀，赶紧跟我走，我们程家呀是海城的名门，三大家势力再怎么大也是后起之秀，怎么也得给我们程家一个面子。程程，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三年前写过的借款协议现在有钱还你，天君把钱还他可以吗？穆晓，你没开玩笑吧？300万他能拿得出来吗？不想挨揍，拿了钱赶紧滚。你吓唬谁呀？这卡里要是有300万老子管你叫妈。这么穷吗？王芳，你什么时候跟斗争有这么大的儿子？谁有这么混蛋的儿子？拿了钱赶紧滚。老子今天就要叫这个字儿，要是还不上钱的话，你们在这里都得跪下喊老子爷爷。叫什么？爷爷。哎。老子不跟将死之人计较。钱。刷卡到账300万元。好好的一场婚礼被搅和得一干二净。杀杀。欧阳，你别再喝了，把你的追杀令先收回来吧。懦夫孬种，沈仁龙我们都敢杀，为什么不敢杀沈天君？你念起亲情了？做掉大哥那是迫不得已，斩草要除根。先不说他害了我儿子，就冲他是沈仁龙儿子这一条，该死。那么高强，他身边有斗争和他那个女人在一起，想杀他那不是找死吗？重伤之下我就不信找不到杀他的人，即便是杀不了他，我也让他知道什么是丧亲之痛。找到了，找到了。什么？老梁，欧阳，你先回去吧。他来敲山震虎，我得釜底抽薪。我先见个人。是二叔。穆景，好久没见，长大了啊。托您的福，我可跟沈天君一点关系都没有。姓沈的，他一家都不是好鸟。你说什么？我可不是说你啊。姐，你看你把穆景吓。穆景，说来我们也是阴亲，虽然跟你姐姐有些误会，平时我们两家走动的时候，最近小天回来了，钻进了牛角尖，不是东西他。你可不能这么说他，本来想把沈家的家业让他来打理，可他现在在气头上，我就想啊，找个中间可靠心腹，把产业交给他，让他代持一段时间。哦，代持是什么代持？蠢蛋，就是先交给代持人，过一段再还给沈天君。哦，代持，那谁来代持啊？您不是说我吧？我不行。哎，这10亿对一般人来说有点多，但目前你可是海城上辈富豪穆家的大少，但是这点资产还是毫无问题的。十亿。十亿。不错，本金是300万，不错。但当时签的协议啊，不是普通的借款协议，而是对赌协议。第7条专门说明了，抵押的小天君未来地块升值也在利润之内。程程，你哪项条款有这个？那得问你的宝贝弟弟啊。我当时把协议给他的时候，他给我的时候可是有你的
亲笔签字儿。姐，你真眼看着我被人逼死吗？被逼死也是活该。爸在世的时候怎么说的？古败家，知道错了。哎，我都在妈面前发过誓了，我下次一定改。你就帮我这一回吧。这小天居是我跟你姐夫唯一的产业，这店要是没了，我怎么跟他交代？这小天居有什么可宝贝的？哎，人程少说了，愿意出300万，只要资金一到，一两年我就抖起来了，到时候送你个大酒店。你真能行，姐。再刷钱的，我程大少慧眼识珠，这小天居啊，连同殿后的空地，即将新建新项，将超过浪淘沙，我马上就要成为千亿富豪，将成为海城的新帝王。羡慕吗？啊，土鳖们！无耻！你早就这么盘算谋夺我小天居？穆小，我对你一片痴心是真的。别说借你300万了，老子每年还拉大批客户来你这消费，我就纳了闷儿了。3年，我怎么就感化不了你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你配得上嫂子？配不上就配不上。3年合同即将期满，还不上钱，哼，这店和这地老子全都要拿回来。你敢？野蛮人，下等人。你除了会打人还会干什么呀？啊，沈人龙也是人中之龙，怎么就交出一个只会动手的废物？你再敢出言辱及先父，我就把你活埋！你们给老子等着！等老子收下这小天爵，我看你们是先被三大家给杀死，还是先被饿死？慢！小天爵是穆小为我争取到的唯一产业，别说是10亿，就算是100亿，我也要拿到手。本来我是想给你一笔钱之后撵你滚蛋，可是现在我要让你看看这块地是怎么变得一文不值。太好笑了吧，能把黄金地段弄贬值。天君，你是不是没钱了？我知道10亿实在太大了，就算父亲当初给你存了一些零花钱，这1亿也到了头了。其实你回来了，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们离开这儿，再找个地方开个店吧。别为了一口嫌弃，把家业都赔进去。我害怕。你是担心这个呀？放心吧，你老公不是只会上阵杀敌的士兵，也是海城第一夫人沈文龙的儿子。跟我比商业，我不惧。小天，你现在的样子真像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柳姨，您不能这样鼓励小天。晚风，我要最新的城市规划计划，我倒要看看是谁要开发这小天居。那不用找了，是梁家。真的我签吗？你签就由你代持。我要是签完，这些都归我管了。只要你喜欢，你想管多久就管多久。代持期间就是你的。谢谢二叔，那我就亲亲。沈叔，这招能行吗？如果沈天君不上钩，我会肉包子打狗吧。你不懂，有些人就喜欢把手中感情看重。
哪怕是再不成器的弟弟，他们也会去救。岳父大人，您不愧是行家，不然也拿不下沈家。愚蠢。程程，你姐疯了，竟然铁了心跟那个王八蛋走。哎，不对呀、啊，你刚叫我什么呀？平时不是叫姐夫就是叫程少，今天怎么这么大胆呀？叫我名字，随口一笑。不对，你小子最近有问题。是啊，财大气粗。这个人呐，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有了点身家之后，整个精神呐就好些了。那你小子，给你俩了是吧？多少钱？十万。十哪来的呀？老财神。天哥，这是新城改造计划，宣传要建设成和现在第一大小区浪淘沙媲美的高档小区，小天居是核心中的核心。这次二老爷可是错算了，三年前他以为小天居地处荒凉就给了穆小，现在啊反而升值了。可是柳姨，如果程程这合同奏效，我们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多好的地块，可我这弟弟啊真是不成才。这块地终将一文不值。天君，可是城市规划政策推动了地价，怎么可能会回落呢？早在我从军之前，我父亲曾经告诉我，海城其实早就不缺房地产了。看看这些市井小巷，多少人因为房价过高，节衣缩食，披星戴月。这些行业富豪为了自己赚钱，不惜一切提高房价，以此来敛取自己的财富，简直就是城湖社鼠。那你准备怎么做？一块地块想要开发成小区，土地的性质最为关键，民众的口碑最为重要。如果要是出现几座大墓，那谁还敢进来住呢？大墓？行啊，穆姐，穆大嫂，你竟然能拿下浪淘沙第五期整体项目，这真是锅里的馒头发了呀！你说，咱哥俩也是交心交底这么多年，是吧？说说呗，怎么拿下来的？沈家二老爷沈仁凤知道吗？那跟我关系好着呢，老早之前就想把浪淘沙的项目给我做了，当时咱不是没看上吗？啊，对对对，但是呀，人情总是要讲的，都是亲戚，这次又求着我出山，实在是盛情难却呀。那是啊，那是。穆简，我自拔一个。穆大少，穆大少，快点儿！我们程家呀，也有一支施工队。不如咱们合作。哎哎，对对对，合作合作。岳父的招不赖啊，沈天君没钓上，程家那个二傻子倒是上了套。只要他们肯做，就见套子了。走，去看看爸爸布置的下一步棋。听沈总说，你们在杀手榜里排号很强。同行见了都闻风丧胆。我们兄弟外号
我见鬼！让我弟弟接管浪淘沙，这暗地里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将欲图之，必先予之。母姐应该只是被人当做鱼饵了。我们是鱼。老板娘，饭呢？来了。两位请慢用。天君，斗争和晚风呢？我让他们去一个地方帮我取些东西了。老板娘，有根头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哪里啊？嗯，看。先生，你这是？把他放开，要不然让你们碎尸万段。先生。我们兄弟胆小，您这么说，我们害怕。妈，您先给点诚意，我们好放人。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只找你。你想干嘛？想您做点木工活，先把您手机降临处断。您放心，我们兄弟俩不是那种抓住孙夫人还能被您宰杀的笨蛋。嗯，您千万别冲动，冲动是魔鬼，要是不小心伤了尊夫人的脸蛋，我们可是有罪的。是谁让你们来的？我们有职业道德。史先生，请吧。老哥，我见过你们两个是活腻了吧？把人给我放开！我杀！你们还记得姑奶奶我啊？那知道自己绑的是谁吗？你老知道我是拿钱办事的，收了钱就得尽职尽责。就凭你们两块废料，一分神就已经死了。大哥，呀！我们输了。活见鬼！死前能传个信出去吗？看你要把东西，我们今晚收收的。你说，传信出去，全世界杀手，你想活的，去接单。沈天君，你是不是得给我解释一下？上亿生活费，高级杀手圈，你们可真威风呀！不孝，有些事现在还不是时机，到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我明白了，现在你们是兄弟，是家人，我是外人，我三年来苦撑，差点被杀，都没资格知道你们的身份。嫂子，嫂子，天哥，您就真不打算告诉嫂子您的真实身份是天狼卫纪律森严？如果不是因为你是天狼卫在海城的退役人员，我也不会告诉你。我父亲对你亲厚，你会告诉他你是天狼卫的事吗？不会。什么沈家狗屁。妈，你儿子我发达了，谁都不惧。我现在是浪淘沙项目五期的总承包。妈，你现在要享福了。浪淘沙？怎么了？就不准我发财，非得仰仗你盘的那个什么破店？你知道浪淘沙是谁的项目吗？沈仁凤。怎么了？姐，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你三年前就想要浪淘沙，现在沈仁凤把武器交给我，不就是交给你吗？是呀，可不管怎样，你个蠢货都被人利用。沈天君，你不要以为自己多了不起，跑到你表妹的订婚宴上去送个钟，哼，你真有本事呀！送钟？我想告诉害我父亲的人，
在他老人家3周年的忌日前砍来自首。你醒醒吧，你被迫害妄想症吧。我看人家沈仁凤就很好，是你们自己心里疑神疑鬼。顾姐，你真是有奶就忘了娘呀、啊、没一点骨气，你忘了我3年前受的委屈了。放心吧，他很快就会吃到苦头的。哎，沈天君，别在这儿乌鸦嘴。老沈，你这招真够阴的。老沈，以后啊，你就可以叫沈金凤了啊。木简这种败家子儿，一旦接了浪淘沙武器，那可就不松口了。浪淘沙武器的窟窿可不是十亿八亿能堵上的呀啊。不过这沈天君这家伙要是不上当，那光死一个木简就是。知之莫如书啊。我的侄儿啊，心高气傲，明知事儿他也会妥协。毕竟浪淘沙可是我大哥当年组织的明星项目。可是他是真拿钱接下这个单子。哎，浪淘沙本来就是沈家项目，即便是外人做成了，成就的也是沈家和沈仁凤的名字，不是吗？这沈天君一个电话就停了咱们3大家3天的业务，太可怕了。你看我，漠北是特殊区域，漠北主的面子没人敢。沈天君现在兴许已经死了，你们怕什么？死了？活见鬼见王，活人一见死当场。混账主，沈叔叔，乌鸦叔，活见鬼死了。什么？现在杀猪榜全部停止对海生接单。啊，好玩了，得玩盘大。你不睡吗？我。沈天君，你要想在这家睡也可以，客厅沙发。为什么？战部去年发布通知说天狼卫全体阵亡，在名单上死过一次的人身上有晦气，最起码睡7天沙发去去晦气。妈，你这是什么歪理啊？好了，我出去。妈，你这又是从哪儿整的迷信啊？你闭嘴，今晚我和你一起睡，帮你去除晦气。该睡了，明天天狼卫技术部门的兄弟会把更详细的药物检测报告传来。谢谢。6年了，你还是只会说谢谢。你嫌弃我？不，我没资格。阿峰，出发。半夜技术部的人说找到刘三立的藏身处了。刘三立是谁？是保管沈伯父尸检报告的人。他竟然还在海城？听技术部的人说，他曾帮助海城地下道上的人物海王做过伪证。海王 KTV， 那可是个难缠的人。老方，认识了。找谁呀、啊？兄弟也生啊，出来海城。我叫海王，大海的海，王八的王。你们要是想来找妞，首次充会员打80%，要是来找不相干的人，打骨折。打骨折？对，打骨折。我其他没有，海城地面论兄弟多的就是我了。
4万来人，保证把你们的骨头根根打折。哦，我想起来了，你是承欢那小子厂子里的沙袋王斗争吧？今天来我这儿，我要招待你们呀，包挖坑，包死猪，买一送一。巧了，我前几天刚给别人送，不喜欢别人给我送。狂！一会儿让你小子跪下哭。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送钟给谁送的？三大家。你姓沈？是。我错了，沈大少，我听说前几天你送钟三大家的事了，今天刚急忙从外地赶回，巧了，今天你到我这儿来，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老沈总。您认识我父亲？是，7年前我来海城谋生，人生地不熟，被人欺负，我就打了对方两拳，没想到对方去找人的时候被车撞死，他的家人喝上了。如果不是刘三立老哥为我重新核查了尸检，不是沈总仗义替我交了保释金，我就死在里面了。刘三立真在你这儿？刘三立人呢？海哥，老刘，老刘被杀了。啊！我疯了，给王芳打电话。王峰，王峰，速按求物。禀报狼王，只差1毫米，旧伤及肝脏。这还是宝贝。斗争，斗争！人刚从他店里出来，他敢耍我们。大哥，大哥，大哥被杀了！大哥被杀了！是谁？杀手榜之外，或许还有顶尖杀手。欢迎我，小天。穆小呢？怎么了？你没事吧？没有呀。刚才没有人来吧？没有，还早呢。刚才就一个客。哎，人呢？六姨，刚才还在这儿呢。这什么情况？客人受伤了。晚风，受伤了。啊？他伤在哪儿了？肋骨。那他在哪儿？怎么不送医院呀？这是哪儿啊？好了。木匠，不要问了，是个安全的地方就行。傻小子，要救他，必须这条命。这是传说中的九转回生散。小伙子，知道的不少啊。不错。这就是昔年生死人肉白骨九转回生散。刘爷，九转回生散已经失传多年，您怎么会有？小天，这是柳姨的私密，好多年了，不提了。小伙子，好好陪着他，幸亏伤他的人出手不重。不是不重，是因为他出手的方式，我们是。你说伤害晚风的也是你们天狼卫的人？不错，那种格杀手法是我们天狼卫独有。能找到吗？天狼卫里能够伤到晚风的人只有一个，我。Hello， 穆姐，你疯了？叫我穆总，怎么样？气派吧？人生在世。
低个头就能戴上皇冠。穆总，还有好几位大佬等着看你风采呢，何必在这儿和这帮土包子废话呀？秋后蚂蚱而已，蹦不了几天。顺天君，我知不知道你快死无葬身之地了？得罪三大家，资产全都在穆少手里，还嚣张？姐，别那么死板。程少可是把全部家当都整在小天驹和浪淘沙了，咱俩要发了。你跟谁睡不是睡啊？非要跟他？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一帮傻缺，走。哎，我还等着那块地呀、啊，一文不值呢。哎，我听说呀，有人要包一块墓地。未来养猪，我说过，你快死无葬身之地。墓园，石云龙，老沈总，当年我卖烤串帮过，今天我这泡陈年老酒，就是对你的孝敬。老匹夫，放着好好的钱不挣，非要逼我们捐什么慈善基金。你辞，我让你在底下好好的辞。来人呐，每人给他刺上一炮。哈哈哈哈哈！后仰拳。叫爷爷干嘛？活见鬼都弄不死你，可真是活见鬼。欧阳拳，你卑鄙无耻，无法无天，买凶杀人未遂，还敢侮辱逝者坟茔，你还是人吗？人家信口胡扯，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雇凶杀人了？又是哪只眼睛看见我侮辱逝者？你趴这舔一舔，要是能证明这泡尿他是我撒的，磕头赔罪。父亲，对不起，这份耻辱只能用鲜血来洗刷。要怎么着？你要杀我呀？这块地我已经买下了，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哎，欧阳拳，欧阳拳还有什么意义？想偷点子，老子就是舍了这一身，也要跟你斗到底。我们欧阳家不管这事。喂、哎，老爷被打死了！老爷被打死了！沈天君，你杀错人了！郭飞山的水不是尿，不是，不是，他们又在耍什么圈套？这欧阳怎么用这一招来对付沈天君呢？这不像他的作风啊！欧阳全说，他几个月前就查出了癌症，晚期。那也犯不上这样玩吧。你知道欧阳拳没那么高尚，他除了欧阳毅，毕竟还有其他的儿子。儿子是没错，那为了儿女，这次真的要把沈天君拿捏住吗？除非他真的可以无法无天。爸，你真的把浪淘沙给穆简那二傻子了？他来了。梁少，每次见到你啊，我这个心里都特别开心。咱们都是亲戚了吗？事儿办成了。当然，现在啊，那份和小天驹订协议我已经带过来了。就当做运作浪淘沙武器资产抵押入股。哎，我们呀、啊、可是一家人现在。我们呀，现在可是一家人。哎，沈二叔，叫什么沈二叔呀？叫沈叔，这样多亲近，是吧，沈叔？沈叔，程程啊，哎，不愧是程家当家大少啊！浪淘沙五期，我听说许多秘籍沙块运作啊，不错。年轻人有魄力，
投资资金运作的怎么样？哎呀，小意思。不是沈叔，不是沈家和梁家负责融资工作吗？有合约吗？是梁大少先生，别胡说。浪淘沙这个项目资金体量过大，我预估怎么着也得50亿的投入，我们两家暂时没有多余的资金投入。肯定有人愿意投这个项目的，也没关系。沈叔，沈家梁家这次不投，欧阳家平时和你们两家走得比较近，您看能不能？我刚接到消息，欧阳泉被沈天君杀害了。这不这事怎么样了？怎么样？完蛋样！这项目不好吗？哦，太他妈好了！项目负债好几亿，又巨投近40亿，几乎零利润。我们呀，魏海城的富豪没了，建了个公益房，那怎么办啊？明白了，你当时签的合同是代持的吗？啊，他们要对付的呀，一直是沈天君。王城主，内脏破裂，一击毙命。沈天君，你来海城3天，两条人命，即便是天狼位，但也不能过分了。怎么，洪城主，这是准备把我押进大牢啊？你是天狼位人员，地方城主不能拘禁，但有权让你限期离开海城。斗不过力量，就斗智谋、财力和权势。沈天君，你是聪明人，是强人，但刚则易折，但刚则易折。海城是我的家，我的父母都葬在海城，但我父亲死因未明，我绝对不可能离开海城。那我只好上报给最高层。喂，我是沈天君，我要一个月内安稳的在海城待着。喂，我是洪云天。是，明白。沈天君，如果父亲泉下有知，见你杀人如麻，会不会劝你放手？我只知道这是我的父亲，他仁慈、博爱、刚正不阿，他不应该无声无息地躺在河里，更不应该葬在这里。姐，你去哪儿了？我给你打电话一直都不接。怎么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小天居的抵押方现在要转让。转给谁？沈天。穆姐，你又在搞什么花样？穆晓，我们都被沈仁凤给摆了一道。浪淘沙武器的项目呀，把咱们所有的家底儿都赔进去。也未必高，不过这块地和这个店呀，或许能值10个亿，正好够从浪淘沙中脱身。我不会把一粒沙子给沈凤。你吹什么牛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你二叔道什么都在他算计里？不许打人啊！滚！我马上就滚。不过我猜你的下场一定比我惨，我最多就是300万的损失。而你呢？你没了小天居，树了无数敌，在海城呀，我看看还有多少人能帮你。
姐，那怎么办？你会做什么呀？你个废物！真会惹祸，我怎么就遇上了你啊？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天哥，能坐起来了。放心吧，九转回生散，真的神了。好，好。天哥，出什么事儿了？我杀了欧阳，死有余辜。可我总觉得他是替死鬼。你是越来越肆意妄为了，但有效，不是吗？我倒担心你把我也送进地狱。哎，欧阳泉不是被我们下地狱了吗？您今天回来是有什么消息？我今天借欧阳泉的事勒令他限期离境，他竟然拨通了最高层的电话，最高层要求我不准对沈天君有任何限制。您的终极杀人王呢？我本想网开三面留条后路，威胁他带着他老婆离开海城也就算了，所以终极杀人王对穆晓没有下手。那您怎么办呢？用你的老主意，软刀子杀人，毁掉一切证据，去掉他一切旁助。有一条你放心，我昨天晚上已经向最高层请示，天狼卫也罢，北漠狼王也罢，不能以情报需要为借口在你们三家的商业活动。了解了，我的侄儿是假公济私。沈天君这人如何？我在他的年龄没他出色。可惜你们两人终有一战呢。不和他一战，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大哥？卑鄙冷酷，同样的出身，为什么沈天君看着比你正直？程少，这事到底该怎么办呢？现在知道叫程少了。您不但是程少，还是我的亲姐夫。别拍马屁了，只有我真成为你姐夫呀，你和你姐才会一致。知情种的还念念不忘呢，没关系，我有这个。要就要他心甘情愿。那你说怎么办？不行，事情已经发生了，多想无益。我相信小田，他能渡过难关的。刘姨，您说，如果从他回来，我就劝他陪我远走高飞，会不会就不用死伤人命？是不是就可以平安终老？以小天的性格，他怎么可能会任人欺凌而不还手呢？姐，姐，喜事儿，大喜事儿！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已经想到解决办法了。什么办法？程少说，他可以帮助沈天君跟沈家和好。他有这好心，也没这能耐。你怎么这么不信任人呢？人程少说了，愿意出50亿。什么？他想要什么？你傻姐姐呀，人家能想要什么？就是想要和他心爱的人双宿双飞呀。滚！姐，你觉得现在在海城，沈天君还能立足？50亿，我谢谢他这么看得起我。50亿买的是你的平安富足。50亿买的是沈天君跟三大家族化干戈为什么玉，买的是海城的和平。这话是程程教你说的吧？姐，沈天君杀了欧阳泉跟欧阳毅，现在能继承欧阳家家主的只能是欧阳恒。欧阳恒和欧阳泉两兄弟素来不好，这事儿咱把钱赔到了，欧阳家就放过咱们了。沈仁凤，人家就是想要沈家半大点的产业。再说那沈天君对于沈家又没产生什么效益，沈天君拿半大点产业，这下辈子就吃喝不愁了。这沈家和梁家是穿一条裤子，沈仁凤没问题，
梁大器更没问题。怎么做？陆翔，我觉得这事儿还是要和小天商量一下。刘老太，这儿没你事儿，河边没青草，哪儿来的多嘴驴啊？你。姐，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嘴笨，我转述不了城上那些话。这能让天真平安无事？姐，程家在海城是老名门了，作为中间人，任由姐夫去玩。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天哥，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他们把我逼到了这个份上，我也不能坐以待毙。对付恶狼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击落他的獠牙和立场。小天，你得赶紧回来，穆简又在怂恿穆小嫁给程程了。没事的，刘姨。这次不行，我们都是女人，我觉得穆小心动摇了。你应该留下来陪晚芳。那儿有医生，还有我们的兄弟，你身边必须有我。就是这儿了，这里位置很好，距离小天君也很近，就准备在这儿大胆唱戏吧。要不要让嫂子上台唱两句？不了，你们这三年都辛苦了。哎，我看程少不用吃了，看都能看饱了吧。我如果跟你，你真愿意出这50亿？当然当然。好，我知道了。哎，姐，你干嘛去啊？吃点再走啊。没胃口吃。哎，姐，不能这样，就冲着程少的诚意吃两口再走。再说了，我还缠着这儿的吃的呢。走走走走。是啊，哎，穆小，就当陪穆姐吃个饭。服务员，点餐。程少，我去开瓶好酒，省了吧。当然当然。药丸所致，金石为开。是是是。这是沈伯父留下的。这是我15岁那年父亲带我来这买下的，打掉这块地的地价，收回浪淘沙武器，成败在此一举。姐姐，程少出的这50亿是不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你要早这么想，咱们至于吃了3年的苦呀？啊，姐，那我去上个厕所。姐夫，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楼上10层是整个酒店最隐蔽的房间。马上就到了，到了先洗澡。哎呀，洗完就凉快了。呀，晚风，怎么了？什么？看过盛天君。我前世和你有仇吗？这辈子一定有，而且是灭门大仇。我不要。还早，做完累了再睡会儿。放心吧，有我在，没有哪个出口敢欺负你。
证实了，是沈天君这条疯狗送来的。反常即为由。不理他。非去不可。这是什么荒郊野岭的呀？程少，你这是怎么了？你脸上该不会是沈天君？你玩什么花样？这么多人给你脸了是吧？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今天让各位过来是来做一个见证，变个魔术，一个让黄金地块贬值为零的魔术。沈天君，你能把老子关进猪圈，你魔术你变不成。请吧，两位师傅。老板，有东西。二叔，这是我父亲留给我也留给你的遗产。二叔，我想你也曾多次找过这个宝藏。老沈，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天君，人凤，此地有千年遗址若干，王陵三座，堪称文化宝藏。胎儿技术成熟，可申报海城文物机构开挖保护。另外有我个人文化藏品37件埋藏于此，我百年之后，天君人凤可各持50%。二叔，您熟悉我父亲的字，是他亲笔。这是沈人龙埋藏的宝藏，那得价值多少钱呢？大哥的珍宝缺失我是知道的，倒是不知道有37件之多，其中凤凰玉佩一件就在20年前的拍卖会上拍到了将近6亿的天价。大哥太胡来了。我父亲曾经说过，玉以老为贵，能够亲近亡灵的古玉意味更足。把这块玉佩埋在这儿是为了增加它的价值。那还有其他36件呢？有周鼎唐漆秦砖汉瓦宋瓷元青花山海金石，无所不有，总价值超过100亿。我去，早知道我何必里外不是人呢？我。但父亲最看重的宝贝是这件普通的银首。二叔，你还记得吗？爸，这是什么宝物？它不是什么宝贝，它就是一只普通的银首。真的吗，爸？当年沈家家境贫寒，只有一只祖传的银首，是奶奶喂养父亲和二叔的饭勺。父亲留着银首是为了追思过去，家境贫寒，想着一家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和睦温馨。财富是靠一代代积累壮大的，不一定非要始终一苦思甜嘛。苦确实没有什么好追忆的，情才是值得代代珍惜的，尤其是手足之间。沈天君，你少废话，你不是说了这里有一半是我岳父的，那赶紧拿来。等不及了，可惜我父亲还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如果我不幸身故，此类宝物全部捐赠。不行，不得不行。我已决定遵循父亲他老人家的遗愿，把所有的文物捐赠给博物馆。爸，怎么办啊？沈天君，你是疯了吧？普通人有一件就够3辈子花了，你捐了？因为程大少你啊。不是，这关我什么事呀？这你虽然猪狗不如，但却和我打了个赌，我要把这块城市规划用地变得一无所值，那就得把这些宝物全部给捐了，还要把这块土地藏有亡灵的消息一块给上报上去。不可。小天，大哥想把珍宝献给博物馆，我无异议，但是地底下
是不真有亡灵，还要勘探一下再上报，免得他乱报不实信息呀、啊！对，顾唐娟，为啥？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一旦发现埋藏有陵墓遗址，这块地将只能开发成文教单位，比如博物馆。这时开发的机构大量资金砸入，却很难有收益，因为博物馆属于非盈利机构。那这块地将彻底贬值。程程，输了。沈天君，你卑鄙无耻！你早就盘算好这天了吧？是，我本来想查明父亲遇害真相之后再进行申报，但是有人想用财用势阻挠我，打压我查明真相，我就只能剪断对手的羽翼，削弱对手的实力。程大少，今天早上我就已经把这块土地有文物的消息上报给了所有的媒体和官方机构，这块地已经一文不值了。那浪淘沙怎么办啊？对啊，姐夫，浪淘沙是二叔你让穆简带我主持的吧？这段时间心情不好，我想让穆简代你保管着。这可是大哥打下来的基业，所以我必须要接下。沈天君，你现在想接手，我看你的废物小舅子巴不得吧。这浪淘沙的底细你可清楚？我知道这个项目目前的亏损将近有10亿，后续投资还得近40-50亿。哎，看来你还是有点脑子的。姐夫，我现在宣布我不再代持了，浪淘沙武器归你了。你有钱吗，沈天君？把宝物捐献出去的败家子儿，你如果把宝物留下，甚至皇陵你都有份。你现在有多少钱啊？你们都忘了吧，这块地本身是海城最新的核心城市规划，现在变成了文教营地，海城的最高端的项目只剩浪头上。大哥，你真厉害。沈天君，你够狠。老沈，这就是你说的成败你都受益的那个最好项目，就这样拱手让人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小天，你的公司不错，二叔没看错你，不愧是沈家的后人。父亲也没有看错你，要不然也不会在遗嘱上留这么一手方。你说什么话？太让我失望了。哼，二叔，父亲的忌日马上就要到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没了，都没了。不，你有，我会把昨天晚上陪你睡觉的老母猪完完整整地送到你的府上。不，气死我了！老沈这一进一出，浪淘沙就赔进去50亿呀！老沈，你要失手吗？我和大哥从小一起打拼生意，我是不，但我也不比任何人大。按照我的构想，早10年前开始做，沈家现在足以拥有不可敌国的财力。他呢，一心想着为老百姓谋福利，可是他忘了，他就是个商人，就是一个小时候没吃过饱饭的穷孩子。该自首的是他，该忏悔的是他。多少借光发财的朋友，可是他呢，非要按规矩办事。再这么弄，我们都得喝西北风。没错，好不容易到手的财富，凭什么让给那些穷汉子？是他们懒惰、卑贱、不知进取。
那我就放心了。我不能让沈仁龙这样的人出现。老杭，出来吧，重新认识一下欧阳家的新家主欧阳恒，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终极杀人王。小心点。放心吧，柳姨的九转回春散不愧是当年的神药。哎，天哥，柳姨是什么来头？我大概10岁的时候，柳姨曾经来我家做过帮佣，当时是我妈妈请过来的，只知道是海城本地人，曾经去外地工作过一段时间。我查到了一份资料，说当年和漠北战队合作的医疗机构战阎罗曾有一位神医叫风白柳。这份资料是梁记。风白柳是梁记？不是风白柳，在斗水遗体上提取到了半枚指纹，资料比对之后显示是梁记。斗争，斗争。好，杜哲，等等，等什么？等于合适的时机，现在就很合适。我们已经被高层警告，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擅自行动，梁记还是盗墓，有没有同伙，有没有帮凶，你知道吗？当时我父亲身死的时候，我也和你一样的心情，但是我有一条曾经告诉过晚风，我相信斗争，也相信我自己的兄弟，你也会相信我，对吗？你放心，害死斗神的人我们一个都不会放过。不要胡闹，好不容易找到刘三立的 U 盘，我们还是抓紧找资料吧。沈仁龙是我们升官发财的大忌，沈天君是我们的大敌，老恒可是我们压箱底的宝贝，杀沈天君没有老恒不行。老恒藏得够深的啊，整天跟在欧阳泉屁股后面，什么滋味啊？我这个人很懒，以前有泉哥在，我乐得逍遥自在，欧阳家的财富也不劳我费心，比起沈总，3年前那个晚上，看来光有金晶冠斗争那杯水还不行，原来还有高人相助啊！但我前天还是失手了，那个叫晚风的小姑娘竟然还活着。那么以后不能再失手了，再失手丢掉性命的可就是今天我们四位了。这是父亲的检举信，竟然会交给刘三立。三大家真是横法不行，表面上是正规生意，却凭借强取豪夺增加财富，还有操控墨家提升房价。伯父应该早告诉我，不然我不会在那一夜喝那口水。你不用自责，记录里显示你当天血口中的药物确实超标。晚风，医药部门有没有记录传过来？在这儿。数据推测，斗争血管中存在麻黄碱与阿斯拉定药物成分，会令人昏沉欲睡。斗争是沈晶晶没错。梁静。爸，你看我这么穿好看吗？好看。上次沈天君这批混蛋搞得我连婚纱没穿出来就结束了。晶晶，晶晶啊，梁静，你们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以后啊多做些事情啊。知道了。慢着，我看见下周有个好日子，不如你们到时办个婚礼，然后出国度个蜜月，度长一些，好好玩。婚礼为什么提前这么多呀？爸，我不同意。听话。岳父，您是听到什么了还是害怕什么？我奋斗了大半辈子什么没见过，怎么会害怕呢？好，我问问我爸。
好的，看看吧，看看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天妒英才，海城前首富慈善家沈仁龙先生提报生前珍藏宝物捐献博物馆，心系民生，多次呼吁房产大降价。这马屁拍的，直接读最后一段。沈仁龙先生遇害，疑似触碰了某些豪门大族的利益蛋糕。某千金半夜强灌沈先生私金饮料，该来的迟早要来。爸，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咱们真刀真枪打一场。老梁，我看还是下周给孩子们办一场婚礼，让他们出国游玩一段时间吧。好，我不同意。是时候让你再出马了。不告诉沈良两家，他们挑唆你大哥欧阳泉替死时也没和我们商量，真是到关键时刻丢车保帅也是无可奈何。明白，与这样的后辈为敌，我其实很期待。刘爷，一起吃吧，我也好久没见我老婆做那么多菜了。吃吧，不怕我下药啊，就多吃点吧。你怎么把他带来了？沈少爷，沈爷爷，以前我有眼不识泰山，请您上条生路吧。什么意思？我们张家要完了，张家要完了。现在市面上已经传开了，小天居附近地块热度陡降，让老三武器未开先火，我们程家只有这番投资撤资，我们程家家里早已被掏空。我求沈大少、沈爷爷，您上条活路，我帮帮我吧！我们程家世世代代听从沈大少吩咐，以后哎不行，看在以前的情分上，看在往事我孝敬您的份上，求你们给条生路吧！就说一句啊，就说一句，我们程家还是浪淘沙建设的参与者，我们程家呀就有救了。罢了，你走吧。看在海城老辈名门的份上，我放你。谢沈大少，谢谢谢谢。今天我借花献佛，敬您，祝您重掌沈家声威，再塑海城首富。好，喝了这一杯，我们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欧阳家主，事成了。这个真的有效吗？三年前沈仁龙也喝了这么一杯，他们以为是窦中那小子服了药才出的车。其实就算是没有这场车祸，沈仁龙，那您答应我的事儿看什么时候兑现呀？你是聪明的年轻人，沈天君聪明机智，外人是很难靠近的下马，也只有你这样的手下败军他不会防的。那您答应我的事儿，放心，大人怎么会骗小孩呢？现在才知道，这个龙生龙，凤生凤，真的，您不愧是沈大伯的儿子，真的，我为有你这样的姐夫自豪。我自罚三杯，自罚三杯。姐夫，这以前呀没有好好听您的教导，我不是东西，苦了您的一番心血呀。这天君，小天，天哥，为什么不送医院呀？在家都吐了小半盆血，够丧心了。
闭嘴！天君得罪了三大家，保不准哪家医院有三大家的内线呢。有什么？六爷，天哥中了什么毒？阎王髓。这是什么毒？无色无味，伤人必死。检查却与风寒肺炎相似。六爷，你一定要救救天君。我救不了他。不行，这次我一定要救你。刘老太，你这救不了还一定救，你说什么胡话呢？在这胡说八道，我打断你两条腿。姓邓的，你就是一打工的，你装什么荣冠一打？怎么办？救不了怎么办？天君，傻，我绝不相信七国联盟我都能打败，我打不过这小小的一个毒。小天，十八年前我没能救你的母亲，这次我一定要救你。说什么？孩子，当年你母亲有恩于我，我在组织受到猜忌，不得不离开组织，来到海城投身你家。可惜你母亲出了阎王髓，我母能没能救她。现在我不能葬你再有事儿。是谁用这毒害我母亲？不知道，只知道他的来历和出处。哪来的？我辈天狼卫。不可能！傻孩子们，二十年前你们都还是玩泥沙的孩子，怎么可能知道过去的事情？天狼卫护国百年，行事隐蔽，但心底光明。二十年前，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天狼卫和战阎罗展开合作，联合银具生物毒剂。我师父和天狼卫的首领是主要负责，最终终于研制出了阎王髓。但是世界上最毒的竟然不是毒物，而是人心。发生了什么？一起成功后，国内多名大佬莫名身亡，最后展开调查，最后竟然都是中了阎王髓。我师父是主要负责人，首当其冲受到调查，最后竟然突发疾病病死在狱中。是我知道师父他老人家绝对不可能用毒物做非法之事。你说是天狼卫首领？天狼卫的首领在半年后执行一次任务当中离奇坠崖，尸骨无存。紧接着天狼卫就封存了首领的所有资料，没有人知道他的姓甚名谁，身份来历。这可能是巧合，可能是纪律。天君从来不向我提起他在天狼卫的事。天狼卫上任首领的资料已经成为绝密，连我也不知道。不过如果是正常阵亡的话，应该会在起死后对内功不审。所以连刺我那刀都是那么熟悉。杀了你就是上任天狼卫首领。他杀人还下毒，你们不能再把他当天狼卫的首领。柳姨，怎么样救天君啊？我隐忍了十几年，眼看着小天长大，一直在研究如何破解阎王髓。风白柳，小丫头，对，我就是当年战阎罗组织传人风白柳。就算是新年战阎罗那老婆子还活了，也休想再吃这阎王髓。老恒，这二十年辛苦了，解决掉沈天君，加快我们的步子。毕竟三大家
我们是分开的，财力也不够记住。我们盼望着不就是这一天早点到来吗？可惜啊，没了沈天君，我们自己动手也脏手啊。世人都是棋子，这感觉不好。 小天，现在我以师父湛炎罗所授收魂十三针，配合五行大丹，封你手足太阴、太阳、少阳、少阴所有经脉，逼迫阎王所以出你体外，互废为体，助阳驱阴。绿叶，您放心下针吧，我血战沙场，哪怕几根小针。但是有件事儿。 待会儿需要穆小辛苦啊，只要能救天君，让我挨几针也愿意。肺属金，肾属水，金为水之母，待会儿肺气大增，肾气也会大涨。那个，有些事儿必须穆小进行疏导。疏导？啊，天哥，出去。 刘烨，天哥怎么样了？没事儿，你们都走吧，我在这儿照顾。那怎么行啊？嫂子，我谁都不许进。哎呀，刘老太，行啊，你这手法可以啊，你都能开诊所了，解决天下难言之隐。<笑>我的年龄都能当你母亲了，你这话没规矩。不是。 好，那我没说，啊，他们都3个小时了，这不合适吧？哎，那谁呢？他是死是活呀？还是半死不活呀？道真，你去看看。哎。 天哥，这次遇到大麻烦了。其实也好，哦，您一定能克服的。不错，不管上任天狼卫是谁，背后牵扯到什么势力，我都会把他们拿下。这事儿关系到我的家仇，除此之外，他还涉及到天狼卫的声誉。 你是说上任天狼卫首领？不然呢？三大家族不过是普通的富豪而已，没什么可虑。三大家虽然只是普通富豪，但想一次吞下，也是困难。上次沈娘两家订婚就被沈天君阻拦，这次我们要帮沈人封点。 老陈，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非得见面呢？啊，请假。我想给晶晶和梁记正式举办婚礼。这日子还没有到呢。原定的日子谁人没到？但最近恰好没那么多事儿，就想着提前把婚事结了。没想到我新任家主，就遇到了两位世家新人。 结为新晋之好的大喜事，欧阳家虽然刚经历过家庭过世，但为了三大家的共进退，我还是愿意贡献一份力量的。爸，这原定的蜜月旅行日期还没到呢，现在提前结婚，那我们的蜜月岂不是耽误了？嗨，加钱，给那些旅拍、景点、酒店、航空公司都加钱。 凡是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好办。难道我们家晶晶不愿意早点管我叫爸爸吗？啊！<笑>哎，这病后啊，可不能剧烈运动啊！滚！天哥，沈家传来消息说，将在下周举办沈晶晶和梁记的婚礼。 这时候举办婚礼，二叔，你不念手足之情，却还有舐犊之心。
条哥，你许不许我报仇？一个设计害了你和我的父亲，一个涉嫌害了窦婶儿，这样的人我也容他不得。你还是注意点你自己的身体吧，你都这样了还想对付人家呢。哎，我跟你们说啊，浪淘沙那边可是传来消息了，要早点开工，你这个沈家遗产继承人早点把钱准备好。20亿啊，我现在就去筹钱。你们有20亿吗？妥，即便真的有这20亿，也不能现在给他们。你们记住，没能控制敌人之前，绝对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是。继续检测证据，3年前酒店的人员和录像，我不信查不到任何东西。有个地方，也许有线索。这是2年11个月前龙凤大酒店客房和餐饮所有服务人员信息。在海城，官面上办不到的，我们海王大哥都可以办到。对了，查出我海王大哥的死因了没？你们报不了这仇，得交给我们。请您一定为海王大哥报仇。爸，喜事喜事。喜事儿，你们两个结婚当然是大喜事儿。不是。是沈天君病了，好几天都没外出。听说穆萧现在在全城找各大医院咨询，说是病症很奇怪，没有医院能证明是什么病。不知道是啥病？这个家伙最好现在就随大伯去了。大概什么病症？好像是肺炎。他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现在真是应了报应了。是啊，本来趁着这次结婚，我想让我堂哥梁栋来负责压场，免得他再像上一次一样捣乱。没想到他病了，活该。对，肺炎。爸，你怎么了？啊，没事。啊，对，我是想跟你梁叔谈点生意上的事儿。啊，咱们给忘。肺炎，这不是很常见的事儿吗？是很常见，但我大哥落水前也得过2件肺炎呢。哈哈，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我倒盼着窦征这小子给沈天君开几天车。哎，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吃饭时，我大哥说他自己得了肺炎，欧阳泉就笑了几下。那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啊。哦，对了，欧阳恒今天找我，他说愿意出60个亿购买浪淘沙武器。杨恒？他虽然当了欧阳家主，但一次动用这么大资金不可能吧，并且他要让窦征干什么我也不大清楚。欧阳泉在世的时候哪轮得到他跟咱们当面谈事儿？据他说，这资金是他在境外找的一家公司投的资。什么公司？好像是什么大梁投资。听说这几年这家公司在境外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啊。先不答应他，孩子们的婚事要紧。老沈啊，现在都知道这个浪淘沙武器非常的火，但毕竟这主动权还在你那个宝贝侄儿的手。我们现在啊，把股份一合并，让他欧阳恒去折腾，我们就算套现上了。听我的，先安排孩子们的婚事，
行，行行，这招只需要梁大器的认可，也就可行。只要梁大器不听沈仁凤的，还有个沈天君才是浪淘沙的最大。他还没死。穆小成天求医问诊，证明阎罗尊的症状还在，只是不知道为何没死。会不会是当年天狼卫留存了阎王髓的解药？哼，战阎罗那老婆子当初自己都没有研究出解药，要不然也不会无药可救死在监狱。或许沈天君的身体太强悍。最高层来电后，我们不敢明面上动沈天君。既然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病了以后，何不就此送他？堂主，沈天君求见。洪堂主，我想向你举报一件事儿，有人害我。沈天君，你看似病了。不，这是中毒，有人故意给我下毒。什么毒？谁下的？我听说这种毒叫阎王髓。我怀疑啊，这下毒的人姓欧阳。为什么？凭着。我害死了欧阳爵，欧阳家的人势必记恨于我。我那天喝了程程敬我的酒之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程程的堂叔程欢为欧阳家经营黑拳馆，这些斗争都可以替我做主。欧阳家确实恨你如骨，这是人间常情，但只凭程程和程欢的关系就确定是欧阳家下的毒，草率了吧。但只要有嫌疑，他就还是有可能的。我希望您还是能为我做主。我会安排人找程程质问一下。程程已经失联多日，我怀疑他已经被欧阳家灭口。海城还是个讲法治的地方，真有此事，无论我与你有没有过局，都会秉公处置。这个洪云天即使不是当年的天狼卫首领，也必然知道阎王髓的存在。对，当你提起阎王髓时，表情没有一点惊讶，就好像他知道阎王髓是什么一样。甚至他们好像还奇怪天哥怎么知道阎王髓一样。继续让技术部门调查，这个洪城主20多年的履历恰好无法查证，这本身就是一个疑点。而且当时他的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存在。放心，我的卡片会窃听，会帮我们听一听到底是谁。疑点很多。不错，这小子像是专门来试探你一样。刚才我失算，我没想到他竟然知道阎王髓，也不知道被看出来没有。我也很意外，按说战阎罗这老婆的意思，这天下知晓阎王髓的便只有你我二人。仅凭他知道阎王髓就不能留他，而且他知道了阎王髓的秘密，我想最高层也不能留他。不错，这不该是他这个年龄的人该知道的，要不然我们两个也不至于隐姓埋名20多年。不会是沈仁龙的老婆吧？婉容？不可能，他到死都没有求我一句，要不然我倒可以救他一命。他如果知道，沈仁龙怎么会不知道？
抗力强身。父亲一剑，儿子一定会将他们碎尸万段。梁少，我现在是个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废物，你们还有什么可以利用我的呀？哟，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呢。穆少自己倒是有自知之明了。我原来以为我自己挺厉害的，结果到最后发现一直是被利用。你们想让我害沈天君都没用了，他现在已经病得七死八活的。真的？说假话有用吗？那么你怎么打算？你们真心对过我吗？整个浪淘沙就是想利用我去害我姐跟沈天君吗？他们现在自己都自顾不暇了。干嘛？我对这玩意儿可没兴趣，程程走之后泡妞都没意思。这个药只对斗争有效，懂吗？再过两天我就要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我可不想他来搅局。这样对斗争他娘也有效吧？对付那个老太太两指头的事儿，至于浪费这个药，你只要办成了，这次现金美女伺候，我这就去给你安排两个嫩的，等着。哎，姐夫，都录了音了吧？哎，这次我听话吧，你答应给我的浪淘沙三份股份啊！啊，穆大少，好久不见呢。一定要操办。师叔，爸，栋哥来了。嗯，大七叔，恭喜！沈总，恭喜！哎呀，梁栋大侄啊，哈哈哈哈，你来了，叔就谁也不惧了啊！哈哈哈哈，好男儿当保家卫国，家都护不住还算什么？我听梁记说了，有人想找你们麻烦。放心吧，有我在，我看谁敢和天狼卫作对。你说天狼卫？不错，我刚刚转到天狼卫，现在是少将。那个北漠狼王你见过吗？我刚接到调任，还未前往，尚未觐见。哦，哎，那个沈天君你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天狼卫首领身份隐秘，其他中下官佐我都听过，没听说过沈天君。哈哈哈哈，这就对了，无名小卒。好好好好好，梁总将军请入。来来来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梁叔，您今天提那些贱人干什么呀？马上就满座了。哎，对了，老公，你的朋友们什么时候来啊？谁会跟杀人犯做朋友？你们来干什么？今天是你归西的日子。今天是你归西的日子。放什么狗屁！对付那老太太两指头的事儿。阴我这个王八蛋。这段录音已经传到网络上了。两指麻痹。你把自己删了。雨天，你准备要命吗？斗争回来。梁静，梁静，你老受重伤，救回来也是个植物人呐。哎呀，姓斗的，我跟你拼了！你们好大的胆子，敢在天狼卫少将面前动手，活腻歪了你们！你是天狼卫？天狼卫新晋少将梁栋。天狼卫律法第37条。你以为你是谁？来考我？
切断卫立法第37条，滥杀冷若无辜，杀无赦。孬种！是，梁继是杀了窦征的娘，怎样？你把我们都杀了？如果没猜错的话，你给我喝的那口水，也是梁继给穆简的那包。哼，听听。你想知道，老娘偏不告诉你。就算你不告诉我，你是梁继的老婆，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哦，是吗？你还想珠帘？老娘还没嫁呢。我年轻漂亮，嫁给一个植物人守活寡。你珠帘啊，顶多珠帘一个老废物。你怎么这么说话的？我就这么说，怎么了？你儿子都成这样了，还想毁了我后半生？我毁了你，我毁了我就毁，我讨厌你，老东西，我给你吃了！将军，这就是你想要的吗？种下恶因，必生恶果。你不就是想知道你爹是怎么死的吗？好，我告诉你。都住手！三大家上千企业，就要因为一个人给毁了吗？是我女儿沈静静。是我杀的，都是我杀的！沈云龙，沈云龙，梁大姐，谁都别想拿我！沈天君，你好辣的手段！这就是你们天狼卫的作风吗？梁栋将军，没记错的话，你已经是天狼卫的高层。这位是洪城主，你想插手三大家连取海城财富，已经犯了规定，现在还想插手我们天狼卫？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很快你就知道了，但不是在这里。天狼卫部众，准备前往墓园。遵命。各位，一起去吧。血战血堂，血战血堂，血战血堂，血战血堂。18年前，我的母亲离奇身故。3年前我为国鏖战，我的父亲却被人害死。今天我要让所有的凶手跪在墓碑前忏悔自己的罪恶，我还能从轻发落。时间还早，证据我已经有了。哎呀我有罪呀，我错了，哎呀，山人龙啊，我什么地方都不如你呀，我是你一手带大的，哈哈，我嫉妒你，我羡慕你，所以我光想杀了你，你死了我就开心的，哎呀，我对不起你啊，我对不起你啊，哎呦，二叔，小天。你赢了，你跟你父亲一样，想做的事总能成。他死了，我以为我就能成为沈家的主子，可是说话做事却越来越像了。大哥，我一直活在你的影子里，太强，强到让我嫉妒，可又总是跟着你后面学。是我让静静设计的斗争，天君，咱们输这一场，给我来个痛快的。然后要是可以的话，给我埋在大哥的旁边。可能你不知道，他死了以后，我却时常想起他。大哥，
阿叔，其实只下药给斗争，也许父亲还不会死。洪城主，欧阳家主，我不知道你们两个谁是上任天狼卫的首领，能否给我个答案？不愧是沈云龙和外甥儿子，不愧是我的继任人。可是你知道吗？天狼卫的搏杀技没有我，天狼卫就是个小小的组织，有了我，天狼卫才能成为国之干城。可是就因为我面上怪物，就有人打我的小报告，说我违法乱纪，所以你用阎王髓害了所有高层的性命。我还销毁了所有记忆，借助了欧阳恒的名目进入欧阳家，只不过被你母亲发现了我的秘密，所以我只好亲自送他走了。我父亲也是你杀的？我对他不错，我让他也尝尝十几年见不到婉容的酸楚。沈仁龙，他也配？他不过就是条蛆。看在婉容的面子上，我才留了你一条性命。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两个只能有一个活着。在你死之前，我会先让你老婆下去等你，这也算是对已故之子的优待。天君，就一会儿，不成？忘了告诉你，你的手下抓的这些人中，有一位是昔日战阎罗的弟子，风白岭。论起用毒，他可是专家。天君，这招天狼之吻，是我当年想用来暗算于父亲。红城主，是不是只剩下你了？二十年前，我被兄长逼迫，不得不远走他乡。换个身份回来时，发现不是我的，终究不是我，只好自己拿。沈天君，我很羡慕你们父子，光明磊落，成就自己，无妨，连个性命都没有。天君，人如果能一直光明正大面对一切，是不是最好？其实我早就得跟你坦白了，我就是漠北之主，天狼卫首领。北漠狼王，北漠狼王，北漠狼王。